至于明天的天气预测，来看为您整理的山海气象。屏东的狮子母雷跟满洲最低温12度，高温是来到了23度。太武来跟春日最低温降到10度，而高温是来到了25度，多云到晴的天气。三地门雾台跟马家最低温降到了个位数7度，地点是在雾台，而高温24度。高雄的原乡地区最低温降到了接近1度，而高温是来到了24度，晴到多云的天气形态。嘉义大里山温度是落在3到22度之间，同样也是好天气。南投的原乡地区最低温降到了-3度，地点是在仁爱，而高温是来到了21度。台中的和平温度是落在1到20度之间，晴到多云的天气形态。苗栗的原乡地区最低温6度，高温是只有20度。新竹的原乡地区最低温降到2度，地点是在坚实，而高温是只有21度。北部地处来跟复兴最低温6度，高温20度，晴到多云的天气形态。宜兰的大同跟南澳最低温降到6度，而高温是只有21度。花莲的部分，新城、花莲市跟吉安最低温16度，高温是只有21度。秀林跟万荣最低温7度，而高温同样也是只有21度。朔风跟丰滨最低温13度，高温22度，多云的天气形态，也留意短暂雨势。凤林、光复跟瑞穗最低温13度，高温21度，留意短暂雨。花莲南区的部分最低温降到接近1度，地点是在卓溪，而高温是只有20度。台东的海岸线最低温16度，高温是来到了23度，留意短暂的雨势。纵谷地区最低温降到8度，地点是在海端，而高温21度。鹿野、台东市跟卑南最低温13度，高温是有23度。南回地区最低温10度，高温同样也是23度，留意短暂雨势。杨梅到乌镇的蓝雨温度是落在19到22度之间。外岛的连假、金门跟澎湖最低温10度，高温22度。